红袖中文网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我不工作的时候不化妆，我会根据拍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我会跟化妆师沟通。没有，就洗脸，有时候还不洗。如果太早的话，可能五六点钟起来的话，可能来不及洗脸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，但我比较随意吧。然后我觉得，就你喜欢什么穿什么就好，那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。更有动力吧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从年轻然后慢慢变老，那所以我觉得在你可以有更多的动力跟青春的时候，你应该要去好好的努力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让你的人生能更精彩一些。我一般外出工作的话，我都是一套运动装一个帽子就出门了，从来不打扮。时尚它其实范围又很大，你不能说一个人只固定一个在一个范围之内，这么大一个范围你要尝试很多东西。就可能刚开始我拍杂志或者是拍东西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我这头发可能发型不适合我，这个妆可能不适合我，讨厌这件衣服。但实际上如果你拍时间长了以后，你见到每一个衣服你都应该抱着一种你喜欢的心态去接受它，你要慢慢把它消化掉，这样你才会慢慢的拍出更好的东西，作品也会越来越好。因为现在就做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尝试过，然后也已经拍过了，就可能如果重复的话我就不会再去拍了，但是如果有新的我会去自拍一下。我觉得自然的东西才是最好，你如果去刻意的对一个镜头去做一些什么 pose， 我觉得就自然的展现自己，你镜头抓到你的那一刻，那你最自然的一瞬间是最好看的。